张爱玲说过这样一段话，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，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，我们都不必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，这不公平。人生最有趣的一点就是，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，我们都是往前走。所以不要纠结和后悔，脚下的这条路就是当下最好的路。